说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颗心，才接近命中注定。是巧我们里的身影，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思琪回来，我马上辞职从福月阁搬走，保证不会和陆晨有任何瓜葛。你凭什么自己做决定？我一直都是这样。陆总第一天认识我吗？一次发定位来了，赶快走吧。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！不要，不要，大哥，不要报警！李子和手机里有我的视频，不要报警，不要报警！陈潇能静心，忘掉那些糟心事儿。只要有大哥在，什么难关我都会挺过去的。嗯，是我太任性了，害你担心了。是我失职，你刚好，我应该多分点心思在你身上的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忘掉那些不快。我舍不得闭上眼睛，我就想一直看着你。哥，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吧？不会。你别想这些了，好好睡一觉。嗯。既然你要娶这个易家的女人进门，那我也要答应易子赫的追求。你放心吧，你妹妹不会和易子赫在一起的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不应该任性去招惹易子赫的。
四七要静养，辞职信我发到你的邮箱了，房租也会打到你的账户里，还有他，就要拜托你照顾了。安静的只剩下呼吸。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云候鸟倦了息，各自平移的旅行。思琪的遭遇我有一半的责任。我们的回忆快那天我不该以为他说的那个话是气话。时间给我感情一个教训。感情不仅会让人失去理智，还会带来不安、埋怨、憎恨，这些会冲散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美好。我想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结束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故事的开始总是默契的完美，每个甜蜜滋味，放手吧，好聚好散才最帅气。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跟随，认定了谁那么的绝对。我忍住眼泪想挽回，你却想后退。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，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。究竟什么是错，你知道他的，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。他现在更需要每次你笑得有多美，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。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，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。究竟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。每次你笑得有多美，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。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。究竟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。每次你笑得有多美，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。你的爱太完美，
真心喜欢你，想亲你一口。你不是说亲亲抱抱是合同内容吗？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得装作被你侵犯。你跟我出来就是为了制造被侵犯的假象？你疯了？为了逼陆千阳跟不染分手，你拿自己清白开玩笑？只要能让我大哥离开不染，我这点小牺牲又算得了什么？不对，这样还不够。你干什么？演戏嘛，当然要演得像一点。够了，我愿意配合你，不过我是为了让你知道，就算陆三和不染分手，也根本就不会爱上你。你没必要因为这种事情伤害自己。这样回去，你父母应该会担心吧？你要不要先去我家住？我爸妈经历的事儿比我多多了，房间都给我收拾好了，就辛苦你帮我搬家就行。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？我这不怕你父母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难过吗？你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子吗？和平分手。只不过就是感情里的一场失业，小菜一碟。就很相爱，那样愚蠢却奋不顾身，不断回忆我们也曾真的爱到失真，遗憾总在来。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好情绪说可以，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。
再来不及，我好想你，很想念你，我只能瞒着我自己，拼凑好情绪说可以，可连呼吸都想念你，我只能瞒着我自己，拼凑好情绪说可以，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。他还好吗？眼角留下的是在意，所有剧情被你决定。很想念你，我的寂寞自顾安静。没有资格问这句话了。你怎么醒这么早？哥，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面条，味道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我没胃口。李叔，你帮我找一下伊子贺。我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没事儿，大哥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鲁莽了。但伊子贺，他就是要看到你和不然分手痛苦了，他才能找到心理平衡。不然，他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强。但伊子贺手里的视频，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。大哥，你不要主动去找他了，我们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快去看看饭好了没有？好好好。闺女，你爱吃的，你妈可都给你准备了。嗯。我收拾一下，准备吃饭喽。快来，我们小冉喜欢吃甜的，菜里我特意多放了点糖。再加个汤，女儿爱喝汤。好嘞。早上爸爸特意去菜市场买的肉，特别新鲜，快尝尝，糖醋里脊。多吃点。光盘。好的，收到。阿姨，我今天胃口好，我想多吃点。好。小冉。
别每天像盯着保护动物一样盯着我啊！好，我准备注册一个工作室，在家先接设计过渡一下。好啊，哎，咱们这边的邻居有几家还真想重新装修的，听说我女儿是空间设计师，都想让你看看呢。行啊，那你带我认识一下，到时候我争取全都谈下来。好啊，那太没问题了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分手了，哪能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啊？我从邻居那儿给他接了点业务，好让他先忙活起来。结果，他把这卧室变成了工作室，每天都忙活得很晚。我想，他是在麻痹自己。那陆岑阳有联系过不然吗？岑阳就是联系小冉，也无济于事了。他也是左右为难，嗨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叔，你们照顾好不然，我这两天有些忙，他这儿还有两箱东西，我过两天给他搬过去，等我过去逗他开心呢。相信我，不然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，那我先挂了，叔。进。我买了个新的杯子，换个心情，正好也给你买了一个。你的杯子也该换了。我的杯子是不染精上过的，独一无二，我不想换。你们都已经分手了，还留着前女友的东西干嘛？那就用我的杯子泡茶，他的杯子喝水，一张办公桌上。怎么都容得下两个杯子。不用了，我只习惯用一个杯子喝水。你头不疼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头好多了，谷校那边我派了别的同事跟进，交接得很顺畅。嗯，项目到了尾声，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。现在提倡建设高水平的和美乡村，区政府对谷巷改建这个项目很有期许。我们一定要向居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，不要辜负大家对品上的期望。嗯。喂。工地被封了。好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工地出什么事儿了？材料供应商胡总那边出问题了，有人举报修复古巷的老木件里有从偏僻的保护建筑上拆下来的。但是胡总提供的老木件，工程部都有核对过采购渠道，怎么可能出问题？一定是对这个项目十分了解的人故意栽赃陷害。胡总是不染推荐的，难道不可能是他？这次的对手一定是知己知彼的狠人。我去趟区政府，跟主管领导汇报一下情况。
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和公关部一定要密切关注，不要让负面新闻扩大。我立马处理。哎，哥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我是这个项目的设计主理人，也是当时的宣讲人。不用说了，你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帮我坐镇好公司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。胡总为了收藏，在偏僻地区购置了几套保护建筑，已经被我举报。陈曼妮在国外的设计作品也被曝抄袭，供应商跟设计师同时出现问题，品上即将完工的古巷改建，怕是要从一变成零了。秦寻是吧？华总，您找我，我跟您好像没什么可聊的。你有脑子有手段，却天天不务正业，为了谁，我们一清二楚。华总，您是想收买我，还是要挟我？我是来劝你的。感情用事的人，最后的下场都不太好的，比如不染，早晚会被陆岑阳伤得头破血流。因为陆岑阳身边有个甩不掉的陆思琪，你的父爱是拿不回来了。你喜欢不染，我倒是可以帮你一争，只要你跟我合作。原来华总是在找马前卒啊。华总跟我爸的死有直接联系，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联手？我们联手，起码我可以答应你，不会再成为不染头上的一座大山，更能助你迅速和陆岑阳势均力敌。你没让我失望，要什么奖赏？严惩一字换，凡是让不染受伤的人，我都想借华董之手，让他们受到最沉重的惩罚。包括陆岑阳吗？我先走了。秦寻，只要你能让陆岑阳走下不败的神坛，我对你的支持没有上限。华董不让我失望，我必不让您失望。秦寻，快进来。老阿姨，进来。这是不染最后两箱东西，都是客户送他的设计模型，他宝贝得很。我不放心让搬家公司送。又辛苦你跑一趟。吃早饭了吗？我刚打的豆浆。来一杯。来一杯。谢谢不姨。不染呢？啊，他还在睡，我一会儿去叫他。不用了，让他多睡会儿。谢谢。他怎么样啊？他从回来之后，虽然在我们面前跟没事人一样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舍不得也放不下，就靠着工作让自己忙个不停，转移注意力呗。分手了吗？总会有段过渡期，不过您放心，只要他做上设计，就能立刻转移视线，调整好心情，忙起来是好事，您别担心了。小冉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他的福气。这么多年，无论什么事儿，你都会坚定的永远站在他的身边。
哟，秦勋来了，叔。哎，一会儿留下来吃饭。不了，叔，我一会儿好多事儿呢。是去盯子贺吧？秦勋，子贺虽然花心，但他很自负，从来不强迫女人，更不用说是陆岑阳的妹妹。表面上看，他利用陆思琪让小冉和陆岑阳分手，但他的代价更大，可能他也是被利用的。叔，这事我会查清楚的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随随便便欺负小冉。我先走了。你觉没觉得秦勋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？看得出他喜欢小冉，紧张他的缘故吧。年轻人自己会沟通，我们就别管了。我是担心有易家的无形之手在背后捣鬼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就给我一个说法呀！是啊，这是什么事儿？管什么呀？都是什么呀？陆岑阳，你守护不了不染，我可以。今后易家人不会再针对不染，不过代价就是你和品少。哎，你们这疯子跟杀人现场，就是啊，这也太不吉利了。对啊，是吧？你们自己看看像什么样子。我们可以怎么住啊？那个什么主张修旧如旧的设计师呢？让他出来。那个时候就让你们用点新型材料，把房子建得漂亮一点。对嘛？哪有这么多破事啊？就是啊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陆总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，现在是有人在下海拼抢。得了吧你！因为这事儿就推三阻四的，这不是摆明了忽悠我们吗？哎，对，觉得我们好打发是不是？没有，行行行，大家误会了，大家误会了，巷子马上就要竣工了，质量大家都看得见。品尚不会坑大家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之前喝酒的时候就看出来，那个陆总啊，一点都不靠谱，就是一出现事马上甩台子走人了，是吧？你说现在出这么大一个事，你让我们怎么再相信你啊？真是没有，都怪你们，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在解决，我们在解决什么？解决问题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就好。是是是，一直以来，品尚以设计为常，这次却选择了与我们易华淘汰的还有抄袭前科的设计师陈曼妮。市场有那么多的新型建材可用，品尚这次却选用了来历不明的老木件来修缮，给区政府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我们易华十分愿意来做项目的复合，不麻烦不麻烦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做嘛。谢谢领导对易华的信任。好，再见再见。以为停工就能吓到我吗？太小看我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保住古巷改建项目。没关系，我一个人。
Thank you.